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 you dialed has been.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。喂，妈，是我。小爱呀，你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呀？呀，工作别太辛苦了，身体最重要了。听见没？我都挺好的。妈，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最近有没有看到方鹏啊？你怎么突然问起他了？是不是他又去找你了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就是想知道他最近好不好。哎呀，别提了，你出事之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搬走了。不少老街坊们都说，是因为你让他没面子，所以他才选择一走了之的。那林玉婷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。你怎么突然问起他们俩来了？没事，就随口问问。好了，没事了。你说小爱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又问起方鹏的事儿了？是不是他又去找咱们小爱去了？不会吧？那小爱怎么突然问起他来了？也许是一时想起来随便问问。哎，你也别瞎猜了，我绝对相信我女儿，绝对不会那么糊涂，还惦记那个坏蛋。是。苏阿姨，我去买菜。哦，买菜。哎，小爱，嗯，我也跟你一块儿出去。您能行吗？我跟你一块儿出去透透气，这两天在家里待的呀，我都快发霉了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换换衣裳啊，马上就下来。好。呀，看看料酒吧。好。有没有花雕啊？看看这黄瓜吧。小爱啊，这儿一共三种黄瓜，是这种黄瓜好还是这种黄瓜好啊？这两种黄瓜哪种黄瓜好？这个怎么变成五十了呀？有你这么干的吗？你们去看看都几点了，还把我的药子菜给我送过来。这俩哪个好吃？哎，你要二百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种吧，这个脆一点。五块钱我都买给你，那就买这个吧。给你五块钱的，就是我心眼好，还给你呢。不是，咱之前都说好了，您不能说变就变呀。现在天少了，干活的时候怎么磨磨唧唧、伸不开懒腰啊？啊，怎么使点劲呢？你这样的好吃懒做呀，你要能找着好工作呢，哼，真新鲜了。五块钱该要不要？好的，小爱，嗯，这男的是谁呀？
是不是就是那个渣男呢？你的事儿我听说了，行了，别惦记着他了，咱们回家吧，以后啊不来这个超市了。快走吧。儿子，嗯，来吃点水果。我早晨呢刚从超市买来的。妈，你腰好了没有？怎么还四处乱跑呢？我早就好了。哎，叹什么气啊？怎么了？你猜我早晨去超市的时候看见谁了？嗯，孙小爱的前未婚夫。他好像啊在给超市送菜，我看见他跟超市的人好像在吵架呢，好像人家还欺负了他，看他那样子呀怪可怜的。不过后来我又一想了，想想他以前对孙小爱做的那些事儿啊，活该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哦对了，我一会儿还得跟小爱说说，一定要让他远离这些渣男，对吧？嗯，那我现在就去找他说。喂，林导吗？是我，苏星。那您戏拍完了没有啊？哦，没有啊。那正好，过两天我带几个朋友去你那玩玩。好嘞。我之前让你劝齐月，劝的怎么样啊？该劝的我都已经劝了，至于他怎么想的，我不太敢保证。这个戏的女二号特别合适你，你先看看。谢谢哥。先别谢我，这事儿啊成不成不一定呢。能不能成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啊。不能这么说。周丽，我实话告诉你啊，我本来呢想的好好的，我和于总搞一次选秀，把齐月的热度往上炒一下，这样的话呢巨星苏星和选秀冠军齐月，让这个戏赚足了噱头，这样的话我比较好推荐你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齐月都不想玩了，你要是让我这么生推，难啊。嗯，那我再去劝劝他吧。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我觉得齐月也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嘛。那，你刚才不是说不能保证他能回来吗？怎么现在对自己这么有信心啊？现在也不一定能保证。哎，来，齐月，皮特哥，啊，之前我态度不好，我跟你道歉。哥，啊，齐月回来了。嗯，是我劝你回来的吗？让你担心了。哎，好好好好，你们两个都很乖啊。今天晚上新疆冷月的于总呢有一个小型的酒会，来的可都是广告商和资方，我带你们两个去见见世面。嗯，谢谢哥。谢谢皮特哥。皮特哥，谢谢你带我来参加这个酒会。哼，朱莉，只要你以后乖乖的听话，这样的场合少不了你的。
哎，七月，我带你过去认识个朋友。好，啊，你自己随便。好，走。好球！一总你好，来了。哎，苏星呢？哦，他在片场赶工的，早点杀青，早点进入西江冷月的准备。嗯啊，给您介绍一下，李总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新人齐月。于总你好啊，你好。哎呀，我知道苏欣跟你们公司的合约还有一年吧？怎么？现在就开始着手培养小苏星了。哎呀，于总，您还是这么幽默。王总，不好意思啊。朱莉，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呢？听说您最近签了几个大客户，恭喜您，我先敬您。过奖了，全靠大家赏你。王总，哟。佳宁，接下来三个戏都要上吧？这小花旦里你算是最有前途的。王总过奖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您跟朱莉姐说话了。不过朱莉姐一向大度，应该不会为这点小事跟我计较的，对吧，朱莉姐？哎，于总，今天正好碰到您，想跟您说说西江冷月的事情。说，你也知道哈，我们公司呢。不但重视您的投资项目，而且呢非常珍惜您这位合作伙伴，所以这次来呢，我给您带了一个共赢的计划。什么共赢计划？我们准备为西江冷月男二策划一个选角活动，到时候会和全国近百家媒体、几十家主流的直播平台合作，在全国15个城市同时进行海选造势，为西江冷月预热。我们这部戏用苏星可是追加了不少投资啊，你现在再让我为你这次活动追加投资，我的董事们是不会答应的吧？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今天这堂课就叫做能屈能伸。明白。我的工作的事情都是由小佩姐处理的，不如您直接和小佩姐聊。好，我现在就给小佩打电话。别打了，王总。哟，小佩，你也来了。啊，吴总也来。吴总也来了，那我可得去会会他了。行，在哪儿呢？我带你去。好，走走走。哎，王总，朱莉姐。上次真人秀的事情，不好意思了。没关系的，这种事情也不是你我能左右的。也对，朱莉姐出道这么多年来一直半红不黑的，争取不到什么机会也是常有的事，想来也应该习惯了。朱莉姐，酒喝多了，脸容易下。
请进。姐，师傅特地给你买的，别吃粥。哦，吃不下你放着吧。师傅大老远特地给你买的，你给点面子吧。哟，你发工资了，买这么好看的耳环？之前方鹏送的。这种东西你还留着干嘛啊？我帮你丢掉。你发什么疯？我这不想让你再想这个混蛋呀、啊！别混蛋混蛋的叫了，他现在也过得很辛苦。不，怎么你还跟他有联系？我今天见到他了，他现在在超市给人家送货，样子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。活该啊！姐，你跟我说你在哪个超市，我把他揍一顿。最好趁我还没有翻脸之前，从我的视线消失。哎，怎么样？粥还喝你姐那口？我没时间关心一碗粥，有更重要的事情。说方鹏这人怎么就阴魂不散呢？我必须找几个兄弟打了一顿，要不然我真咽不下这口气。你这刚从拘留所里出来，你又打这打那个，你这次再进，你姐肯定不帮你。抛弃我姐的那个混蛋，居然被我姐给撞上了，你说他打什么主意呢？是你姐之前青梅竹马那未婚夫吗？要不然还有谁啊？就因为这两年我不在古北，让他逃了这一劫。要不然呀，下次见到他一定放不过他。把手机还我。这样，你呢，信得过我吗？信得过，把手机给我。你信得过我，这件事就让我来处理。你怎么处理？这你不用管，我自然有我的方式。如果你到时候觉得不满意的话，你再找你打听也不迟。嗯。行，成交。狠点啊！知道了，走。哎呀，你又来了。孙一航，你那游戏里边有没有那种打人往死里打的游戏？看你没师傅，我们家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一样。怎么，你走的时候信心满满的，说要争取女主角，这是怎么？被人当棋子使了，我们经纪人要叫一些人把我当炮灰。帮你当棋子啊，说明你还有一点价值。你都不是安慰我一下呀、啊？来来来，玩游戏。走，嗯。玩我。怎么玩？啊，红色那个键。不认识我吗？苏仙，什么样挣钱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朋友的剧组需要一个演员，我觉得你挺合适的。如果你想挣钱的话，我也可以把你介绍给他们。工资当天能结吗？有我在，你放心。行。
嘴还挺硬。看着都疼。假的，伤不到人，就是打完有点红。假的？那你怎么吃了它？你不然不够真实是不是？你这种戏，你不刺激他一下呢，他没法把自己的真心情感流露出来。烫死了他啊！来打针去啊，争取一条过。好嘞。你这种戏一条怎么行？你得多角度拍，你知道吗？不然你怎么去表达出一个人物的内心挣扎与痛苦？还是性格专业，多听你的。来来来，准备啊！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别他妈也不说，别他妈也不说，别他妈也不说，打死我也不说。星哥，你的朋友戏不错呀，你看他神情，充分的体现出他当时那种恐惧感。别他妈不说，小艾姐，你快来救救方鹏吧！救救他！哎，往腿上拿！用点力。宋星什么时候回剧组？决定权在你们啊，不在我呀。你们什么时候把剧本改好了，宋星什么时候回剧组？啊，已经送到公司了。哦，那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没有回公司，还没有看到。这样吧，我一拿到剧本，马上给宋星让他看。他要是满意了，我们就回剧组，好吧？哎，好好好，就这样啊。大宋侠隐记，喝茶。嗯。哎，朱莉啊，酒会上你表现特别的好，有个家纺的广告，我想推你跟齐越。谢谢哥。哎，不用谢，你只要聪明点儿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哥，你也知道。其实我脑子挺笨的，有时候还有点二。嗯，你是不是想让我跟齐越交往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你们愿意跟谁交往是你们的自由。我跟苏星合作这么多年了，唯一的心结就是敏娜。我只是不想这种情况再发生第二次，懂吗？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就能跟我配合好。嗯。说不说？来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方鹏啊，刚才那条情绪特别的好，但是你总喊我的名字，我没法用啊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再来一条，情绪饱满一点啊。这回换鞭子，好吧？咱们视觉冲击力大一点啊。好好好，来上鞭子，上鞭子。星哥，来用口令。星哥，咱不会来真的吧？星哥，星哥，新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啊！三二一，冲！好，哎，星哥，星哥，你别动！小艾，哎，你谁呀？孙小艾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方鹏的戏真不错，过来看回放，上一场特别棒。苏星，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这叫虐待，你知不知道？是谁给你这种权利？让你这样践踏每个人的自尊啊！你是当皇帝当久当傻了，还是大明星演久了，忘记你还是一个人？你再这么任意妄为的话，我就报警！不要这么感谢我。有病！我们走。小艾姐，谢谢你今天还愿意过来帮方鹏。方鹏，我代苏欣跟你道歉，真的对不起。小艾，你别说了。其实刚才那棍子都是假的，打在身上就是起到硬的而已，不疼。所以你真的没事？其实我知道。星哥也是想给你出口气，我能理解他，你别怪他。
如果他今天能给我这个工作的机会，我挺感激他的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送你们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跟玉婷一块走吧。谢谢了，谢谢。哦，小姐，快帮我拿一下。进来，小心。进来。谢谢。这么多礼物都是粉丝送的啊？都是粉丝送的，这还只是一部分呢。公司里还有好多，实在放不下了，我先送一批过来。哦，好。等等。啊？这些礼物送到楼上礼物房，明白吗？千万不能让小布丁碰见。为什么？男的话，小布丁有过敏性哮喘，不能接触这些有毛的玩具。我知道了，我会特别注意的。我要拿上去。行。就这么点东西，让他一个男人要不就完了吗？我来吧。新哥，咱们休息了这么久，什么时候复工啊？什么时候复工，我需要向你汇报吗？我看你过来不是给我送礼物的吧？你是过来给 Peter 当探子的吧？嗯，你怎么这么说啊，新哥？我在你心目中是这样的人吗？大家都想你了，盼着你回去呢。哼，我想公司真正盼我回去的应该没几个吧。我，新哥，我就想你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趁这段期间赶紧好好给自己休个假，省得每天上班的时候嫌自己没有假期。那。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有事情的话打电话给我啊。任何事情都可以打电话给我。行了，我家特别凉快。是吧？对，不动。哎呦，苏阿姨好，何叔您回来了。啊，静平啊，你这是？哦，正要回去呢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啊，进，快进。儿子。哎，妈。你何叔回来了，何叔，快放这儿。哎，舒静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这好多年没回老家了，一回去多待了些日子。哎，没事儿，回来就好。啊，对了，我介绍一下何叔，这是我们家新来的管家孙小爱。今后您是要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尽管吩咐啊。好，千万别跟他客气。这位是何叔。哎，回去回去回去。楼上衣帽间帮我整理一下。记住，整理不好的话，今天晚上别下班。还有，筐里的衣服我不要了，
帮我收拾干净。是。快一点啦，慢慢吞吞的。小爱这孩子挺能干的，别老为难人家。我没有。老何，快进去，咱们一块儿喝茶。好，来来来，坐啊。哎。Peter 哥，哎，我已经约好跟新哥一起去健身了。嗯，我会安排好的，到时候不用紧张，别看镜头。好。另外，你把你的微博账号交给琳达，她会找人帮你打理的。舒小佩跟我谈了你和潘佳宁 CP 的事儿，我想了想呢，确实可行。他今年势头挺猛的，虽然节目暂时叫停了，但是呢。你们两个的互动，我们都觉得有点意思。没问题，一切听 Peter 哥的安排。这么痛快？这些都是你教我的，一切都是为了要达到目的。你这个状态我喜欢，嗯。筐里的衣服我不要了，帮我收拾干净。帮我寄到这个地址。一共45块钱。啊。来，谢谢。谢谢啊。透气，肩膀放松。来，伸直，伸直。企业健身的事情反馈怎么样？是不是热搜第一名啊？新哥的确是拿了热搜榜第一名，但是不是因为健身。嗯？我们是爱和福利院的，收到苏欣送来的很多礼物，有毛绒玩具、文具。小朋友们开心不开心？谢谢苏欣哥。下去，你先下去。好。什么事？苏苏，你既然这么想工作，可以跟我说呀，没必要让自己那么辛苦。这波热搜很不错啊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对了，《大宋侠影记》的剧本改的怎么样了？他们还想不想拍啊？我尽快催催他们，你别着急，一有消息我会跟你说的。我就知道他不会坐以待毙呀。奇了怪了，他怎么知道我放消息？今天热搜就这么轻易的被他抢？
看不到了，我想说帮你捐出去，做点爱心嘛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人真有意思啊！你是把我当圣诞老公公了，随去派送礼物是不是？你这叫侵犯个人隐私，明白吗？你这叫挪用他人财产，明白吗？那你告我好了。我，嘿，你。是快递公司吗？我要寄快递。今天是小雨的生日。小雨，嗯，妈妈去给你打饭。嗯，好。你好，请问你是小雨吗？你是。我是苏星他们公司的苏星，他收到你的礼物了，他特别开心。可是因为他今天很忙，没办法过来。嗯，他特别托我带了礼物来送给你，帮你过生日，看喜不喜欢。真的吗？嗯，这边还有签名照呢。我就知道苏苏哥哥，他肯定不会忘记我的。我当然不会忘记你了。苏苏，真的是你，你真的来了。嗯。送给你，谢谢苏星哥哥，生日快乐。嗯，切蛋糕吧。哇，好漂亮的蛋糕。哇，好可爱啊。分手有点快点啦。寿星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小雨生日快乐。快点许愿，许愿吧。好，哎，下面由小爱姐姐为我们大家来一句祝语。好好好，好，掌声有请。这种冒名顶替的事儿，你又干了多少回？想怎么样？告我！告你！我告你！我都便宜你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